手上呢有一枚瓶盖，碰一下住了它就消失不见了哈。我们拿一个随便拿一个指甲剪，它也是可以去表演这招神奇的消失术的啊。我们拿一个硬币呢，它也是通通可以玩的。那这招神奇的消失术如何做到的，教学给大家。其实呢，我们准备了一个万能消失器，你看这个位置哈，它有一个挂钩，只需要将这个挂在我们的身上裤子上都可以玩。那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消音皮哈，消音皮不要拿掉，它会起到消音的作用，里面有一个小的吸铁石，那只要它可以吸住的都可以表演。你看所有吸住的金属品都可以玩了，它会瞬间的收回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将它挂在我们的身上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去表演，拿出来跟观众去展示。我手上呢有一个普通的硬币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只需要去碰的一瞬间，松开我们的手，它就会瞬间的了被收住了，就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效果非常的神奇，身上是看不出来的，让你的朋友呢惊得目瞪口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左下角同款道具还玄姑哦。